我是缺垒的，因为我没有火脚，我打也没有用。打也没有用，就比较尴尬。表情符号难过。这个其实算了，不要偷鸡，我正常打好了，后面再玩偷鸡。神魔共死破，一在这儿呢。绝等级且有用的石头为什么也是升到九级不是十级？哦，因为我应该我还没升，理论上可以升啊，理论上可以升到十级，理论上可以，我只是没有升而已。哦，一扛不住了欸，圣武帝，这根好硬。神魔共死，谁敢放肆？我也有刷到一颗绝荒者，65%穿透，65%伤暴及反伤升到十。这关好硬啊！谁敢放肆？主播为什么都用免费角？因为我要做攻略影片啊，做攻略影片免费角比较适合一点啊。画蛇不知道在痛几点的。好痛！赴汤蹈火。取入婆娑平沙翼。这暗是最难的，前面暗，前面这暗跟雷都很难。对，所以说暗跟雷是最难过的。有一次暗啊，前天暗那个痛到一个不行。共此破。超不喜欢。血气寒霜。超不喜欢打这个。谁敢放肆？原来画蛇可以这样引过来。对，我今天连王一起打，好难打。我按打的相对轻松哎。赴汤蹈火。你在这儿呢。请问限定池的保底可以留给下个卡池？可以。探索大用这些角色通关真的赞。可是你不要，我公主爽爽射的。你不要每日抽就把它，谁敢放肆？就把那个保底弄掉了。你只要每日抽把那保底弄掉，你会很痛苦。神魔共死破，赴汤蹈火，取入婆娑平沙翼，此曲如何？死不全种。可是每日还是得抽啊，免费的不香吗？捏牙依依在这呀，怎么不踩 buff 攻击上帝 buff？ 等一下踩，等一下踩。现在要设陷阱把他诱过来。笑死，有人在贝瑞台喊索尔。主 BO 魂光建议哪边取得比较好？有人是怎样来乱的？是是是是。血气寒霜，神魔共死破。我其实抽下侯一池，还是出不到绝的角色，想留保底给下个卡池可以吗？神魔共死破，谁敢放肆？取入婆娑平沙翼。此曲如何？赴汤蹈火。你在这儿呢。哇，他不过来。山河志的角色碎片有建议哪只角色先拿吗？好聪明啊，他不过来。请问要到几抽才会保底？血气寒霜不是90保底吗？你都抽70了，只差20多一只。
爬不过来，骗不到，真是死不全种。九十抽宝地，赴汤蹈火，取入婆娑平沙翼，此举如何？聪明的 AI 永远在对面。哎，还是不来。见不到嘞，好痛苦啊！他一直不来。神魔共死破。神魔共死破。快受不了了，他就不来。他也在做陷阱，等你过来放大招。很危险，要是再普池出来你会哭。没有召唤石了，不过听说夏侯仪后期有角色可以代替，想留给下次封买。取入婆娑平沙翼。过来。哎呀，还是不过来。神魔共死破，真是。哦，好。神魔共死破，神魔共死破。没有，先打别只。打不到，赴汤蹈火。二十抽关卡，剪一剪，刷一刷，买每周应该很快就有了吧？卡池还有十一天。十二九十。哎，不是不死嘞！哎，我不死，我要死。取入婆娑平。索尔大大，你影片建议坦用一，但我目前一二十二等真的扛不住，几刀他真的有必要投资吗？一不是很快啊？哦，一是降功啊。剧情有推简单有。一不是坦，它是降功的啊。每日免费单抽，搞不好就抽歪了。父王有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大夏国。一只有部分的状况才可以。